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摩根，我又来喽。王者荣耀冠军杯总决赛将在下周六开启，干将莫邪的 FMVP 皮肤也将在下周上线。今天官方正式曝光了该皮肤的最新特效，古代大将军风格跟木兰的冠军飞将非常相似。这款皮肤命名为九圣战神，不过当他面对着莫邪的时候，面具拿下来那股柔情直接显露了出来。出场跟冠军飞将一样，都是水墨古风，有古代建筑背景，看着比较霸气。不过莫邪这个颜值好像比西施好看太多了，目前英雄的颜值能超过他的好像没有吧，太美了，我的妈呀。局内技能特效技术感十足，一技能两段第四像无数把剑窜出，二三技能发出的是两把类似兰陵王手上的拳刃，不过这个是金色的，看着不错。最酷的就是大招了，开启后身体周边一直有飞剑在旋转，蓄势待发，非常帅气。整体效果感觉一般，大招和剑魔比较新颖，回城效果是要把我笑死啊！干将把莫邪放在地上，然后把九成扛在肩上，好家伙，媳妇儿都不要了，有点意思啊！我感觉这款皮肤干将像赠品一样，莫邪才是真正的皮肤啊！这颜值简直无敌了。干将莫邪的 FMVP 皮肤将会在8月10号左右上线，属于传说品质非限定皮肤，首周折扣价1350点券，还会推出以前的优惠活动，最低只要962点券即可入手。大家感觉这款皮肤如何呢？好的，那么干将莫邪的新皮肤九圣将军就展示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